幸呢，他带来了他的礼物，就是百万宾士的钥匙。想要呢，请问你愿不愿意接受他的爱？所以呢，来在你眼前的这个女神，好不好？来这个百万宾士的钥匙 ，Ella 是决定要开回家，还是呢要在今天帮我们抽出？我要来回答他的问题了。好，是大家安静，音乐安静。我愿意成为 Virgin 年度最性感代言人，并且与大家一同努力推广全民运动。然后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要今天把这个宾士百万名车是。捐出来，不是捐出来，本来也不是我的啦，就是呢，抽出来，对，送给幸运参与我们沃郡健康的所有的会员们，好好的鼓励他们，没错，对，好，来，是的，所以呢，先跟我们第一届交接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形象代言 ，OK， 跟我们的 Ella， 2014年我们沃郡的年度性感代言，其实我维持运动的习惯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，然后。之前演唱是为了演唱会积极的运动，然后也在运动的过程中找到了自信，然后也喜欢上运动给我的那个快乐的感受，这样，所以很开心能够成为沃郡的年度代言人，因为可以借由这样的机会推广全民运动，很多人为什么谈下的这个节目入围金钟是不是有些争议的啊？有吗？有什么争议？是王子什么争议？是先讲一下入围心情，谢谢你。入围心情其实很讶异，因为那时候我接到讯息的时候是交给交哥传简讯跟我讲的，然后那时候我人正在坐高铁，因为我昨天才在台中拍戏，然后从台中要回台北的路上，然后收到讯息就说恭喜入围，然后我就问号，我就说谁问号，他说你啊，我说什么东西入围，我想说我没干嘛，我干嘛入围这样子，后来他跟我说是我跟那个哈林觉得王者荣耀入围，然后我就非常的讶异，然后也非常的开心，然后当下就是觉得很感谢，因为尤其是真的很感谢哈林哥还有薛哥还有台视，他们给我一个机会，然后让我可以在组织的方面有更多的磨练，然后更多努力的空间，所以其实能够入围我已经非常感动，就已经很足够。